要组成部分。在中国传统武术中有个很高的地位，如金气生之神，如金子之风，金子是衡量高度境界高深的尺码。太乙神剑是五代剑法中佼佼者，剑法以劈、挂、撩、布、点、挑等为主，风格独特，是古时立足外禅的正山剑法。是讲究剑神修者身走，以御有剑，灿烂相间，刚柔相残，内含其虚，外含其实。手眼身步法同时必要。陈世清大长纪念馆曾在武当山道教武术院与上海、武汉等城市长期从事武术教学工作，有多年的武术教学经验。